我捡这个反击号了，老表。哦，都拿过。别告诉你这是血鬼，也不是血鬼奶奶的。哦，来了。。老板，谁一梭子就整过来了吗？妈的！哎呀，到底是？标点，标点，又有个楼梯，有个装置。下面就，下面就楼梯，楼梯。来来，来，我在底下了。快点进那个雷。不是你吗？外面还有一个，这幺六真的玩不来，我再说一遍。哪里还有人？啊！救他！救他！打我一梭子！我这边一个。哎，还有个。我这边三个。我这边三个。回头打了吗？打头了，我俩打头了。七八队，兵兵八单，整半天。他们也打了。没有，我太忙了，真的，我真不想玩了。我的他妈枪都飞天了，兄弟，刚才。我想一想，告诉他我不在这。看这个。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两个，对面一个，就三个人了，我打倒一个。倒了两个，倒两个。来，进你家那个红脸上。进你两个。来来，上来看看。这是。是。走了。这人我排了，压伤人了，压。本来老子能。我在这个顶上有人，兄弟。抽你老吗？本来你死不了的，这有个杂毛撞车了。我也没想要移过去啊，主要是。哦。我操！顶上，快点！他妈个逼落顶上，你就好好落呗。打训练赛也有人抽，他妈的也有人抽。不抽老子又操作了，救人了，真的。嗯，真的，这样头条吗？真的。啊，不是一个大蓝圈，你要打头吧？没有，打胸口了。右边打了。大蓝圈，你再丢进去，你不、自己烫死最好。我差点给我烫死了吧，大蓝圈。人头。我俩有一个。封烟这里，这雷救的我呢，操你妈的！也有，慢，老子那个人都是 K 的吗？哎，等等，别准备，打一枪，这是二表夫，这个树，我操，火红，你妈了个逼啊，两个，火红。拜拜喽！哎妈，真的，我的杂技团队友，我看一下这个盲步杀几个啊？收东西吗？想去？去呗。我支持那边还有的，那边还有的。我知道。那边跳了五个的。哎，有个脚步，脸上。哎，还有一个，房子正门。别打了他。找一个。妈逼，真的，五秒打俩包，什么？是的，喂，好了一个，我打不到这里，那么远的你就自己打吧。嘿嘿嘿嘿，这个拐角，
往里外倒一个。嗯，给他 K 了。我泼你吗？泼不动。他有火箭筒。那咋办？那就不急。放在外死一个。还有。还有呢。嗯。打头了，哪里啊？一边吗？对对对，就在一边。啊，翻过去了，翻后面去了，翻出去了。放在外吗？嗯。火箭筒啊，你别冲啊！我的妈，这啊！新手光环，他火箭筒咋不用了？我放在外。我没过来呢，两个，打一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打了一个，右手。哇，他们就剩他一个了，可惜。我给你拉，你要杀他，快点！我给你拉。我给你杀人的机会，你不要吗？哎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！你妈妈的！没事没事，我一倒。要这里了。好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他一个。不是他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个 ACE。没头盔啊。这个苗风大师，我操！那个也是，那个也是个苗哦。嗯，你右手的把他打倒了。嗯。OK， 就剩你对面了。左边那个啊，他哦，他把他自己炸了，就是你楼上的嘛，不要呢，右手，牛逼，给他亮牌牌。楼下来了呢，下次把老姐，下次再干回去。对面。楼梯好像，楼梯，哦，对面，我听到了，开隔间，你妈的如来佛祖，我能打得过他吗？